就是有你们这些女人啊，所以才把家闹得鸡犬不宁的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这样子才逼着我们男人要往外去发展。对，都是你们几个，尤其是你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几个女的都给我面壁思过，罚站三天三夜。小心点。喂，这烦了，烦了！这家里的男人一个一个病得比一个都严重。妈，你别生气了啦。对不起啦，妈，你也知道荣华他，他逃卡派克了，智商有问题，所以说话才会没大没小的啦。你就暂时忍耐一下，委屈一下啦。哎，你这个奴隶啊，你既然背着主人说坏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刚刚过来，你过来跪下来跟我道歉，过来。荣华，荣华，妈，荣华。荣华，看你们了，你到这么早了，快点请老帮忙忙去，帮去，荣华，小心点，你没事了，白狼回房睡觉，没事没事，好，扶上去啊，你们色眯眯杂志要举办接吻大赛啊？对呀，这 idea 很棒吧？这可是我精心策划的大型活动哎，你们不来参加怎么可以啊？啊，我们啊，大庭广众之下接吻，多尴尬。对没？大嫂、二哥，你们也太保守了吧？哎，这跟保不保守没有关系哦。那跟什么有关啊？这个呢，跟动机有关系。嘿嘿，二嫂，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，这我早就想到了。怎么样？这第一名的奖金，20万。哇，20万！够吧？哎，妈妈，你们也一起来参加嘛？我跟你们讲哦，要不是我自己是主持人，我也想报名。喂，我跟你爸。去报名参加了，怎么样？没，你没搞错吧，阿豪？喂，我想报名，怎么样？你有意见吗？不是，我们这年纪这么大了，这报名那个不是不太好吧？哎，人家说年纪大的男人什么都不行了，就剩一张嘴，难道你嘴也不行啊？更何况美丽是我们女儿哎，我们两个老的不挺她，谁挺她？是吧？对了，你妈说什么我都听到了，你决定就好。妈，还是你最贴心。怎么样？你们要不要参加？我。我们当然参加。静静，你要参加啊？当然了。拜托，20万奖金很诱人呢。可是，恐怕当拿第一名很难吧？二哥，那你跟二嫂两个人赚多。如果赢了奖金20万，我就可以拥有一颗大钻戒了。小富贵，我可不准你坏了我的好事。大嫂，不如你跟大哥也来参加。你怎么想让你大哥参加？大哥这样子可以参加吗？为什么不行啊？难道你不怕荣华会当到你的会场啊？是谁又在说我的坏话了啊？阿娟，你醒了？废话，你别顾左右而言他，我跟你讲啊，说，你们刚刚说我什么坏话了啊？没有人说你坏话了，只不过这美丽这个色眯眯杂志要办一个情人节接吻大赛的活动，对，而且我跟你说，第一名奖金20万。大哥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参加？好，我参加。荣华，你真的要参加？废话。你是怎么样？你是没戴耳朵是不是？还是嫌奖金20万太少了？没有。好，那你们都报名了没有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最讨厌害群之马。
没有害群之马。我跟你爸第一个就报名了。对，我们全家都对这个公益活动呢，都特别特别的这个配合的。哎，对啊，大哥，我跟富贵也有参加，而且我们是第二组报名。对呀，这个我们三兄妹最麻吉了，所以是美丽主办的活动，这个我一定参加的。好，那就吃饭吧。哎，吃哪里吃哪里。我们吃饱了啊。干什么？哎，我是鬼还是瘟神啊？你们一旦见到我就要开溜是不是啊？大哥，我们也要开溜啊，我有很多客户啊，正好要看房子。对啊，我也是。因为今天早上有客人要聚餐嘛，那我要早点去做准备。不行，今天是礼拜天啊，通通不许上班。啊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哎，你眼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大哥的存在啊？虽然你是大哥，可是你不能太过分啊。我哪里过分了？啊！礼拜天叫你们在家里休息，不让你们到外面风吹日晒、辛苦奔波，难道我有错吗？我这个做大哥的，保护你们不应该吗？啊！拜托，你什么时候保护过我们了？荣华，我多么希望你早点好起来，可以保护我跟肚子里面这个可怜的孩子。好，我们今天大家都听你的，大家都放假，好不好？对，荣华，你是这个万世师表，至圣先师，我们都听你的啊，对不对？还是你们两个老头老太太这个有点常识啊。是。各位走，通通上课去。上课？对呀。你们这些人啊，应该要接受一点思想改造，要不然你们不知道怎么做个人。走，上课去。主人。好了，通通坐好。从现在开始呢，只要我说，老师说做什么，你们就得跟着做什么。如果没有照做的话呢，就是犯规，要接受处罚。但是如果我没有说，老师说，而你们就乱动的话，也是犯规，要接受处罚，懂了吗？懂。很好，现在起立。哎呀，你们一群大笨蛋啊，我刚才有说老师说吗？啊，好了，统统坐下。你是大白痴是不是啊？错了，我没说老师说啊。手伸出来。笑笑什么笑？老师说不准笑。我可以笑。好了，现在老师说换位置。老师说翻开课本。啊，老师没有课本啊。对啊。要你翻开课本就翻开课本啊。有课本，有吗？这里有课本。哦，这课本，对。老师说翻开课本第十课《木兰诗》。翻到了没有啊？翻到了。美丽，你来念。汲汲复汲汲，木兰当户织。这个。哎呀，念得好，念得不错啊！怎么了？刚才我有说老师说吗？好了，老师说不准笑，笑什么东西啊？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玩一个猜谜游戏啊。在这个《木兰诗》里面呢，脱我战时袍，着我旧时裳，我们设一种古代的民族，
有没有人知道啊？啊？啊？晶晶，你说。嘿嘿嘿，我不说，因为你没说老师说。哎，算得厉害啊！哎，晶晶不错啊，大家要跟晶晶学习，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接下来呢，这个陈富贵，你来说好了啊，说，这个是啊，等一下，老师说，陈富贵来说啊，匈奴啊，匈奴啊，啊，匈奴，哦哦，错，真是这么笨，这个大家都不知道。我看妈啊，老师说你来回答，好像是鲜卑。老师说好像是鲜卑。哦，鲜卑，哈哈，听到了没有？鲜卑，鲜卑，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不但答错了，而且还作弊，要打两下。你笑什么笑啊？我啊，你呀、啊、作弊给错答案，你还笑？老师说不要笑了。接下来。老师说：“素来来回答。”我不知道哎。啊呀，你是老师这次可以打手吗？好，没问题。你们这是一群大白痴哎！这答案就是女真嘛！哎呀，老师，啊，为什么是女真？为什么是女真呢？啊，我就来跟你说一说啊，这个脱我战时袍，着我旧时裳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花木兰呐、啊、回到家里以后呢，她脱下了战袍，换上了女孩子的衣服，哎，大家就知道原来啊她是个女的，所以就叫女真，懂不懂啊？啊，怎么样啊？我哪里害你啊？啊，我是老师，还你是老师。干嘛？哎，我们不是要参加接吻大赛？来啊，来啊，来练习啊！接吻大赛，哎，我今天被大哥折腾一天了，不累哦。哼，陈富贵，你不接吻就是不爱我。啊，哦，过来。有别的女人？拜托，我这么爱你，我外面怎么会有别的女人嘛？那你这样不感谢我，明明就是心虚。哎呦，拜托你好不好，宝贝老婆？我现在每天加班加那么晚，腰酸背痛，你让我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嘛？我不管，你每天加班，薪水也没有比较多。我知道了。你一定去哪个狐狸精那边加大夜班，对不对？啊！哦！啊！哎呦，我的宝贝老婆，我到底要解释几次你才相信我？哎，我们家现在已经有大哥像疯子一样，搞得我头那么大了，你可不可以让我静一静，休息一下？哦，你现在就在嫌弃我？你还敢说你在外面没有别的女人？对，我真的没有嫌弃你嘛。老师说，你爱不爱我？爱。老师说，你除了爱我，还有爱其他女人吗？有。哈，一试就试出来，你还说没有狐狸精？我拜托好不好，我是小公主。哎，我怎么会狐狸精嘛？真的没有，我们家只有味精，好不好？那是你刚刚自己说的、啊，除了爱我，还有爱别的女人。
可以爱我妈妈吗？你很会狡辩吗？拜托你好不好？我明天还一早就要上班，你让我休息一下 ，OK？ 好，让我休息一下，我们改天再练习那个什么，接吻大赛什么的哦。谁稀罕？接吻这是靠默契还有实力嘛，干嘛练习啊？陈富贵，你还敢说你在外面没有别的女人？分明就有，丽姐不是这样的。哼，什么接吻大赛，老娘我参加了。这个家我也不想待了。嗯，哎呀，真是无聊死。家里没有女人呐、啊，也是安静的可怕。哎，荣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今天晚上有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？哎，不要讲。荣华，来来来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快活快活，好吗？我看你脸呢像苦瓜一样，爸爸带你出去玩，然后马上你的苦瓜脸变成微笑脸，怎么样？你脑袋里面就只有想这个事情是不是？哎，目前是这样啊。都快世界末日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是吗？世界末日最好啊，反正要死，大家一起死嘛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世界末日到了，更应该及时行乐。哎，富贵啊，来来来来，我问你。哎，你过来嘛，你怕什么？你晚上干嘛？我没空啊，我今晚要加班。你老加班，你最近常常加班，加那么多班干什么？太累了。今晚上爸爸告诉你，休息休息，咱们出去呢，好好玩了玩了。爸爸，你要去哪里休息啊？公主的殿堂。不错，知夫般若子啊，怎么样？你就舍命陪君子吧。你哪算君子啊？你算小人草吗？哎，你别溜嘛！爸，我不想去嘛。你最近好像跟晶晶闹得感情不好啊，是不是希望感情更差一点啊？啊，爸，你这是威胁我哎！哼，谁叫你不听话？去不去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啊，好，去可以。嗯，但是呢，我不买单啊。没关系，叫荣华买就好了。哎，你们太过分了吧！啊，上次趁我喝醉的时候拿我的信用卡去买单，这次还要我买啊？你们实在太不像话了，你们。哎，对哦，你说有道理，那就让富贵买了啊。哎，不要，我又不是自愿去的，我去没喝什么酒，我也没干嘛，还要我买单？凭什么要我买单呢？哈哈，凭什么？我来告诉你，凭什么？凭我是你哥哥，凭我平常罩你。你记忆有没有问题啊？平常是我罩你，不是你罩我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趁我这个脑袋撞伤了啊，然后来欺骗我。告诉你，你脑袋真的撞伤了，我没有办法跟你沟通啊。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来打一架，谁赢了就是谁罩谁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受打架是吧？谁怕谁啊？来，谁啊？哎，不要打，好不好？你们都不要付，我来付，这总可以的吧？啊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这句话是我要讲的。那怎么样？我讲的怎么样啊？不要吵了，你们先该干嘛就去干嘛吧。哎，这是。哎，还这么要强？我这受灾，还是自找麻烦呢，我这是。最近这一阵子啊，他都是这样，很奇怪。哎，听你这么说，的确是有蹊跷哎。男人嘛，多半是见异思迁，用下半身哦思考的动物啊。就虽然说他有了老婆，也会念念不忘在外面穿着不洗的美女哎。对，我也这么认为。可是也有例外的啊。哎，像英国就有个国王，他为了美人舍弃家山呢。Lisa， 我们家富贵哪比上人家那个亲王啊？说的也是哦，你们家富贵怎么能比得上呢？不过
过是个凡夫俗子，普通的男人嘛。对，普通男人对自己老婆都三心二意的。说的也是，像你公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啦。他明明就很爱你，很爱你婆婆，可是我不懂哎，每天喜欢上酒家花钱找你了。真的不知道他脑子在想些什么东西。所以啊，我希望富贵不要像他那样子。那你现在怎么办呢？找证据。那如果证明他真的有外遇，你真的狠得下心跟他分开啊？女人的另一半啊是爱情，男人的另一半啊只要是女人就好了。这就是女人的悲哀呀！哎，晶晶啊！哎，丽莎！哎，伯母你好，请坐下。哎，晶晶，来，你先去招呼一下。来，妈，请喝水。哎，晶晶啊！啊，我们素兰说你要教我骑那个电脑，她说叫我上网交朋友，是不是啊？对呀，你妈不晓得你有没有兴趣？兴趣有啦。啊，可是哦，你要给我上网交朋友哦，你找朋友要注意哦，你要找那个比较哦高水准的啦哦，啊很高尚的才能跟我匹配哦。哦，哎，那不晓得林妈你有什么条件哦？是不是要像你一样这么有钱？哎呦，免啦，啊他钱是要跟我相加哟，我钱很多，不用锦上添花没有关系。哦，那也不会都没有条件吧？条件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啊，不过我的条件简单啦，这个条件就是说，这个男生哦，一定要真的爱我啦，哦，啊，一答应我的事情啊，啊，他对我说的每一件事情啊，他通通要做到，而且哦，不能跟我生气啊，不能骂我，啊，我高兴的时候跟我一起高兴，啊，我生气的时候哦，他哄我开心，还有哦，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那个做梦哦，通通要梦到我，不能梦到别人。啊，那去外面走路玩的时候，他眼睛里面都只能看到我，啊，不能看到别的女人啊。哦，啊哦，还有哦，在他心目中哦，永远都要认定说我是世界上最漂亮、最高贵的女王。就这样，可以了，没有。咖啡来了啊！好好好。伯母，你刚刚说这个条件真的很简单哦。简单啊，这个就是我的条件啊。那世界上真有这样的男人吗？在哪里啊？如果可以抢，我也要把他抢过来。有啊，一个死啊，一个还没出息啊。林妈妈，我们只是要交朋友，又不是挑对象。朋友，男女之间哦，有那种单纯只有交朋友的友谊的吗？嗯，你真的是看透世间红尘呢，差不多啦。所以哦，你叫我们素兰哦，不要随便给我乱配对啦。哎呦，林妈妈，我们只是想说让你交几个朋友，给你每天开开心心，这样就好了啦。玩玩而已。嗯，差不多是这样子的。玩玩是可以啦，可是，不，网络是虚拟的，不是人家玩你，就你玩人家。好好好。可是我也不会起电脑啊，我去哪里谁啊？我是不想说去那个网咖里面谁，那个好复杂，我很单纯不行啊。哎，不会啦，林妈，这样子、啊，我们家有电脑，你方便的话可以来我们家学。哎呦，方便啦，当然方便啦、啊，啊，你家的跟到我家赶快你呀、啊，哦啊，如果哈，我真的找到一个好的男人，我跟你讲，我包一包红包，你大啊大包，搞搞，谢谢你。钱是小事啦，小事啦。但是林妈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在外面上电脑课啊，其实学费都很贵的。那我看在你是素兰她妈妈面子上面，那我就稍微给你一点小小的。着手一点点，又没有问题啦。钱对我来说小数一点，小数一点，缴学费应该的。好，那晚上八点，没有问题。头好痛哦，我看看吧。啊，你起来一下，我看，我看，我摸摸看哦。哇，妈，你发烧了！哎，糟了糟了，一定是感冒了。这下可怎么办啊？哎呦妈，你会不会像荣华一样？发烧，烧坏了脑子，接着就性格大变，变成了疯子。那这样我们家的不就麻烦更大
你说，你一定要勇敢的跟病魔奋斗，打败病魔，恢复健康，这样子你才能够保护我跟你的孙子啊！妈，你一定要勇敢的撑下去，妈！什么妈？发生什么大事了啊？爸啊，妈不好了！妈什么不好了？妈她感冒发烧，烧坏脑袋了！烧坏脑袋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感冒吓我一大跳，我还有什么不得了的事了？真是！哎，爸，爸你去哪儿？哎，爸，爸你怎么会这么不关心妈？你看到妈生病了，难道一点点小小的关心都不行吗？爸，你要知道，这感冒啊是很严重的，虽然是小病，可是严重起来会变成大病，搞不好会得肺炎，搞不好会死的。难道你连一点点小小的紧张都没有吗？枉费你们做了夫妻这么多。啊好，把药吃。吃完以后你好好睡一觉啊，如果还不舒服的话呢，我就带你到医院去看一看啊。爸，原来你很关心妈的，哎呦，差点就误会你一点都不关心妈。差点误会？我看你根本已经误会了。爸，你该不会在生我气？我跟你生气？我不会跟你生气的，跟你生气等于是浪费力气。我就知道爸你对我最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妈就不会跟荣华一样烧坏脑袋了。拜托你啊，荣华是被车撞坏，他不。喂，你干嘛啊？那虽然有怀孕在身，你怎么可以动手啊？对了，哎，那你还不是一样？你感冒了还跟着孕妇那么靠近，万一她传染了怎么得了？对，这是。过去的，过去，过去。过去，你怀有身孕，妈要交代你哦，注意的事情要很多。嗯。该做的事儿，该做；不该做的事儿就别做。嗯。该碰的人就碰。不该碰的人，你就不要碰。嗯。哦，妈，可是什么是该做的事就做，不该做的事情就不做？哪些是该碰的人就碰，不该碰的人就别碰呢？嗯。对啊，这说来这话就很长了。哦，妈，没关系，反正我多的是时间啊，你慢慢说嘛。啊？哎，荣华。哎，我觉得这样不行哎，我们得带荣华到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，看问题出在哪里，要给他根治才行啊！啊，你们干嘛这样看着我啊？不对吗？说的好极了，早就该这么做了嘛。对嘛？那问题是，谁该去说服荣华啊？嗯。哎，爸，你说的，当然就是你去喽。我？嗯，是啊，就是你，没错。你早就该带荣华去医院看医生了嘛？什么？又是我？荣华，我可以进来吗？等一下。荣华，可以进来了。你不每天板个这个脸好不好？好像全世界人都欠你钱一样，干嘛呢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找你去医院。我没兴趣，要去你自己去。拜托，我去有什么用呢？要你亲自去才有用啊。哇，原来你是要我去看医生，不是你要去看医生？我好好的，我干嘛看医生啊？我也好好的，我干嘛去看医生呢？你好好的，拜托，你逃开派给了，被车撞派给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警告你，我没有逃开派给，你再这样讲的话，我就扁到逃开派给。你逃开没有派给，那就是我逃开派给了。要不我们两个到医院去问医生，到底我们两个谁逃开派给？哼，我没有兴趣去，要去你去。你到底是不屑去还是不敢去啊？我当然是不屑去了。看你是不敢去吧？哎，我陈荣华，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
既然是堂堂的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敢有小孩呢？你不觉得你很矛盾吗？你到底是真的不要小孩，假的不要小孩？你真的要把苏兰当做你的奴隶，当做你的玩物吗？换句话说，你跟以前不一样。你难道没有想过吗？万一是我们对的，你错了呢？你为什么要保持你现在的个性，伤害我们大家呢？你要继续伤害苏兰，还有你未出世的孩子吗？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我叫你不要再说了。荣华。看来你不是真的不喜欢，也不是真的不在乎有小孩喽。没关系的，口是心非啊，是男人的本性，你不必不好意思。不过男人呐，要懂得适时的改变自己，要不然的话，可能会失去一切的。荣华，听爸的话，跟爸去医院，好不好？不要！我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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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荣华先生，陈荣华先生，请进来。请问你们是哪一个要看病了？今天大概不会很冷了啊，你是不是可以？蹭口罩起来？什么？你没事干嘛叫我蹭口罩起来啊？我警告你啊，我可不是同性恋啊！对啊，医生你很莫名其妙，我是他爸爸，你怎么当了我面就勾引了？狗灰了，狗灰了！我的意思是说啊，你们把这个口罩啊蹭下来啊，我们比较方便聊聊了，我们才有办法互相了解的。你早说吧你！这坐坐。坐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打扮啊？哦，他是因为怕别人认出他是谁，那不好意思，所以他穿这样。不过我看适得其反。你看吧，医生啊，废话不多说，你现在直接告诉我，我的头脑很正常，一点都没有talk party。急不得的，急是没有用的。你呀，大柱上身体呀，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哈哈，你看吧，我的桃卡没有派给，真正桃卡派给的是你们。医生，你没有弄错吧？你看吧，我的桃卡没有派给，真正桃卡派给的是你们。医生，你没有弄错吧？哎，但是啊，你大脑额叶啊是有一点点淤血的状况哦。啊？哎，医生，我好像看过你哦。可能啊，我每天啊看这么多的病人。是我不见得记得你啊！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帮荣华看的那个主治医师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大概不会是那个连出院手续都没有办的那个讨厌病人吧？哎，废话少说，你现在直接告诉我，大脑额叶淤血会怎么样？不会怎么样了，对日常生活啊。也不受影响了，也不会造成生命的危害了。那还好还好，起码不会白发送黑发人。但是啊，这个记忆会错误哦，还有性格大变的副作用。什么？你说我的那些记忆都是错误的，包括我把我的老婆当成我的奴隶，把我的弟弟。当成懦夫，还要把我的爸爸当成花心萝卜，把我的妈妈当成烂到不能再烂的烂好人，难不到那种地步吧？
这是你们住家的叔叔，我不便了解了。哎，医师，我想请问你一下，那他这种病要怎么样治疗呢？啊，无药可救，还最好不要用药。随着时间呢增加，这个淤血的地方就会慢慢的散掉。啊，护士。下一个。李妈，嗯，这个呢是网络上知名的交友聊天室，嗯，你只要在这边填上你的绰号，还有这边填上你的性别，嗯，你就可以到网络上跟大家聊天。哦，李妈，你想要取什么绰号？哎呦，我早就想好了呢。哦，我想想名字取作撩人。撩人。你妈，你东北人啊，看不出来哎。哎呦，不输啦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我，你没有感觉我很撩人吗？没有。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哎，阿叔公，阿姐这么多安的气耶，我真麻烦哎。哦，你只要像这样子消练习，你很快就会习惯了啦。哦，好。在你的身上，我嗯，不要是讲哦，你不够信任他啦，是讲哦，不乖啦，啊，这卖查甫人哦，有几个值得我们信任他？对，哎呦妈，嗯，你不要动不动就挑拨离间破坏人家夫妻的感情哈。我哪有啦，我是用我的经验来告诉他哦，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啦哦。哎呦，那拢嘛过去的代志。啊，不是大家哦，拢甲爸共款啦。哎呦，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啦。哎，亲家母，嗯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出污名不染，这句话听过没有？啊？听是听过啦，不过我觉得说哦，那些注定清高的人哦，通常哦一下子都很凄惨啦。你都听讲哦，好人不长命，祸害迄啰一千年。姐。快吃宵夜，弄好了。谢谢。哎，亲家母啊，我当然听过了，这个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千年。但是你怎样哦？这个人有个人的命啦，这无同啦。哎，你不要用很多话哦，要来遮盖你们家的丑事。顶阵啊，迄个亲家，不是计成讲，哎呦，家己有感情哦，来骗你们全家人。喂，你敢无发现讲哦，最近哦，这个富贵很晚回来，让晶晶哦很不高兴。哎，这个你怎么办啊？哎，啊，你敢不敢肯定讲，这个荣华他个歹呀？伊是真实的，反正是咧计成老袂要来欺负我嫂啦。喂，好啊，啥物拢卖搁再讲啊？你也不敢肯定。因为你心里面很明白了，这个男人那个死人性哦，一世人哦不会改啦。那你凭什么肯定啊？哎呦，我当然肯定啦，因为我太了解男人了，我了解这个全世界比你还深呢。拿证明出来。好啊，无咱来烧书啊。嘿，相加上啊。好啊。妈，无咱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吃宵夜，吃宵夜。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爱错把你的手。啊！你们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闷闷不乐的？好像家里死了人似的。现在还没有，不过我看快了。你诅咒我？我没诅咒你，我是诅咒我自己。我看我迟早会被你烦死的。其实我也不愿意啊。我知道你不愿意，但是天命如此，我们能怎么办呢？哎，
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哎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啊！哎，喝喝。譬如昨日死，今日走走，譬如今日生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在说啊，从今以后啊，你大哥要用这坏掉的脑袋啊过日子。哎呀，苦命啊！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会突然性格大变？如果能恢复的话，我们当然忍忍就过去了。可是医生跟我说啊，他这个病啊，无药可救。是不是这么严重啊？不过医生说，如果时间长点的话，说不定慢慢慢慢会有改变。哎，这还是有希望嘛？希望，可是谁知道这希望要等多久啊？那总比没有希望好吧？对不对？来，喝酒。你说有道理，来。喝酒，我今天不醉不归。啊，来，不醉，不归。哎，这是谁的手机啊？谁的手机啊？接一下啊！啊，不是我的，我才不会用这么不入流的手机。不是我的，我是谭云老哥的。爸，是你的吧？不是你跟妈最喜欢曲子吗？你们是父子。喂，哪位啊？是我梦梦啊，陈董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梦梦啊，哈哈，我当然记得了。你打电话给我说想我啊？对呀、啊，好想你啊！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去找你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在那花花大酒店啊，在那建国北路上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在哪里啊？我知道啊，我现在去那里找你，你等我哦。真的、啊，我等你，我等你，我好想你，欢迎你快点来啊！不过过去方便吗？你旁边有没有其他的人呢、啊？哎呀，方便方便，没什么人，我要跟我两个儿子，你放心啊，我身边的位置永远留给你的 ，OK 不不？好，拜拜。啊，拜拜。你们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啊，那个女人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呢、啊，人家走桃花运，挡都挡不住。你不怕是你太太来抓奸？哎呀，我老婆才没那么聪明呢。哎，这个秦满，啊，他们现在呢就在酒家里面狂欢呐、啊。哎，你个叫我哦，这个梦梦去那边跟他们会合。哈哈，还有你两个宝贝儿子哦，也都在那边陪他。哪会这么晚了？荣华还不回家？富贵也是啊。秦满，但这一次打赌是我赢还是你赢啊？喂。我又没有亲眼看到，怎么能算你赢呢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杀过去看看怎么样？互炮互。小姐到这里来有什么事？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男客人来比较多，你们确定没走错地方吗？我们要找人，这个男的我们看过没有？这个该不会是来掠狗的吧？啊，哪真正叫掠到？啊，我在酒店的名声，啊，不是出事大？他是有看到没看到啦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这里客人这么多，不记得也算正常啊。嗯，相公哎，我的记性啊可好哎，
只要我见过的人啊，都过目不忘。啊，那好。我跟你讲啊，如果我们找到他们了，这个钱啊就是你的。有没有见过啊？见过，见过。好啊，陈中华，哼，陈世昌，你这次死定了！哎，狼在哪位？在里面。哦，走，快快，快点！啊，这样都要去哦？啊？哎呦，恁是捌抓过狗哟？抓狗哦，最大的乐趣哦，就是不能太直接。啊，妈，妈妈，那怎么样叫做不能太直接哈？嗯。要不要转呢？当然转，当然转。哎，啊，怎么都没有人呐？啊，我不是人啊。哎，我是说，怎么都没有小姐啊？不是在这边吗？爸，爸，我爸去哪里了？上厕所去了。啊，上厕所。我有尿尿吗？我没有。三位大哥，今天是本店的日本粥，有免费的 special 哦。你们三位要不要欣赏一下？免费的？哎，免费的，免费的当然要，多着急。那我这就去叫喽。Thank you.
品种不管三人，剪刀石头布。耶，你好解不？丑一。再来玩别的好不好？好。来，预备备，男生、女生，配。哦，丑二。好痛！哎呀，好痛啊！那真不好意思，那我不玩了啊！别！我们再接着玩嘛！啊，不痛，我觉得很舒服，很舒服。警察临阵，男的站左边，女的站右边。我们喝酒唱歌应该没有犯法吧？少啰嗦！有人检举你们在这边从事援助交际的行为。现在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神坛证供，你们有权保持沉默。喂，我们都是自己人，怎么可能求去援助交际啊？自己人，那就是你们从事援助交际的行为不止一次喽。喂，这警察怎么那么奇怪啊？就跟你说我们是自己人，你为什么还不信啊？哎，富贵，我是晶晶啊。啊！哎呦，你快告诉他我是你老婆啊！晶晶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不只是我，还有妈妈、亲家母跟大嫂。你们太过分了吧！啊，身为人妻，不知道在家里相夫教子，跑来这种地方赚皮肉钱。啊？还是我们过分？是你们太过分了吧？啊？那你们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有必要这样乔装跑来抓你们吗？啊？那要看看你们老婆是怎么做的了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再吵再加一条妨碍公务罪。不要啊，大人，我们真的没有在做交易。我们只是，我们只是在开化妆舞会而已。输了，我们开那个 party 了。这么说来，罪加一条。我看你们是在开轰趴和吸毒啊。对，你这没凭没据的，凭什么说我们吸毒啊？啊，对啊，我如果规定讲，规条路我要出来，派 party 聚会啊。有什么好庆祝的？统统给我带回警察局。有什么话到警察局再说，带走。走了。回来了。奇怪，怎么都没有人啊？跑哪里去了？哎，我不懂你们干嘛来凑热闹啊！弄这个结果你们高兴了吧？现在我们全家每个人在警察局通通都有底案，我们全家被男盗女娼了，我们家怎么做人啊？我们这家啊？爸，其实也还好哎。坦白讲，我们家还有美丽啊。哎，只有美丽是清白的，没有污点的啦。苏兰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们没有援交哎，我们都是清白的，我们是被冤枉的。哎呦妈，有谁了解我们是被冤枉的？啊，也要带这个情歌记录，真是丢脸。爸，你们大家都回来了。陈师长，这都是你一个人搞出来的祸，到现在还不知道反省，也不知道忏悔，一点歉意都没有。我根本没有做错什么嘛，我干嘛要忏悔？我干嘛要道歉啊？荣华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告诉你啊，陈世昌，我儿子荣华，你不要把他给带坏了，这老不休的爸。金，我真的不是自愿去的，是爸硬拉我去的。你要相信我，你不要再生气了嘛，好不好？现在是怎样啊？有胆去没胆承认呢？我承认我今天真的有去。好啊，那今天有去，那之前呢？是去哪家酒店把哪个妹妹啊？
我是在加班啦。你还要骗我？我真的骗我吗？好了啦，那不要再吵了好不好？就这样每天吵吵闹闹啊？你们忘记了吗？明天就要比赛嘞！啊？你们就这样吵，你们听得下去啊？20万的奖金，你们是还要不要啊？对哦，接吻比赛哦。哎呦，爸妈，我们家只要有一对夫妻拿到冠军，就有20万的奖金哎，这么好看的事情，你们要不要赚啊？我当然要赚啊，对不对？对，20万的奖金，听到没有？20万的，我们给他拼了！人当多了，有20万奖金，人当多了。可是啊，在这么多人面前公开那个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哎，我怎么老不老气的，有什么不好意思？哎，美丽呢？怎么也看她人呢？对呀，荣华富贵也是要来的，怎么连个人也没看到？喂，他们不该是耍弄我们，临阵脱逃了吧？不可能的，20万呢，诱因这么大，我们都敢来了，年轻人他不会放弃的。上来！哇！叫主人。主人，你拜托你不要这样嘛，你把我放开，我会乖乖配合你的了。放开你？放开你，那我20万不就飞了？切！东华。你绑着舒兰干什么？这多难看呐！放开，放开！哎，你别想，你叫我放了这个死奴隶，他不跟我接吻，你以为这20万就轻易落入你口袋里面了？切！喂，我是你亲生的妈耶，落你口袋跟我口袋有差吗？当然有差啦。总之啊，这20万我是赢定了，谁也别想跟我抢啊！问，别跟他说了，你刚多说都没用了，他脑筋一样。陈富贵，你走这么慢，你不想赢那20万啦？拜托晶晶，你看我腰都快挺不直了。我不管，今天无论如何，你撑也要给我撑完。哎哎，富贵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？我扭到腰了。啊？哦。各位嘉宾，各位参赛选手，非常欢迎大家参与由这秘密杂志所主办的情人节卿卿我我接吻大赛。接吻大赛的规则呢，非常的简单，就是由男方选手抱起女方选手，两个人在锣声响之后开始接吻，接吻持续最久的那一对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赢家。比赛开始。好，现在请所有的参赛选手上前，抱起你们的亲密爱人。陈富贵，来抱！哇，除了亲亲还要抱啊？你哇什么哇？你抱就抱啊！我抱啊！抱啊，快抱啊！喂！旁边那个第三组选手呢，因为男方抱不起女方，所以他们丧失了参赛的资格。啊！哎，美女，我是你妈耶！再给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再给一次机会，看看看的啊！最好取消，你再给我10次机会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实在抱不动你啊！你自己身体虚还说我胖，你真是的！哎呀，哎呦，胖是你说的。哇！哎呀，你这个死奴隶，没事吃那么肥干什么？没有啊！你干嘛你？虽然肚子里可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哎呀，啊，算了，我就不打你了。不过你过来让我抱一下啊！抱什么抱啊？苏兰姐怀孕了，你要抱着给她摔倒那还得了？对呀，嗯，荣华，你爸说的对。总是你的小孩子为重嘛，哈，你们就弃权了。弃什么权了？你哦，明知道自己身体不方便，跟人家报什么名啊？报名的是你，不是我。还顶嘴！我告诉你，你是不是皮在痒啊？
你忘记我鞋子穿几号了是不是？我知道，是七号半嘛。错，八号。哼。没想到这一吻的感觉，就好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融化了我。为什么这样的感觉这么不寻常？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呢？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刚刚分开喽，淘汰出局，请下去。你们两个也分开了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淘汰出局。胜利一定是我们的，你要撑下去啊，富贵！加油！加油！好了，比赛结束了，你们俩拿冠军。